算是有所收获。算是很高，然后开心，因为不管那一套钻石是不是自己，是属于自己，但是能够戴上钻石，能够呈现最美的那就是钻石。我每天都把这么美的钻石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出来。啊，今天你这么美的钻石，马上变成配件。谢谢。哎，这个也跟我们说一下，自己对于盘子这个品牌。我自己也有收藏他的手表，还有他的钻石，因为对女性来讲，我觉得最值得的投资，就是买珠宝，因为像衣服什么都是过时，然后珠宝真的能够留得很久，然后自己会想象有一天，可以留给自己的女儿，对，也可以，然后女儿也可以留给她的女儿，所以我觉得，对，也可以当做是宝石。那这个是自己喜欢收藏的，自己的收藏。是啊。看到喜欢的会忍不住。会忍不住，而且有时候，比方说做完一个很辛苦的工作，都会奖励自己买自己喜欢的珠宝。犒赏奖励。对。好，对。那喜欢的男生送什么钻石？如果有男生送我的话，我当然很喜欢。就很好，那我就才能多大的面子。那今天晚上有没有来？就是你们的期待看到。我自己很喜欢不同设计的项链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平常就比较喜欢戴项链。对，那项链的话可以搭配不同的钻石，还有平常出去买的时候也可以。非常期待，今天所有的目光都